好，除了投资之外呢，当然很多人也想要呢，趁这个时候来看房子哦。这尤其呢，过年连续假期期间呢，这个天气还不错。那么建商房仲呢，全部都要冲这一波档期。建商呢，送福袋啊、红包袋的、1元礼卡等等哦，来冲人气。甚至呢，也喊出了如果下订单，就送限量公仔和6星级饭店住宿券。目前已经有不少人提前预订来看屋。过年期间，建商也加派人手上班，甚至还进修不打烊呢。你好，欢迎参观。这是我们过年期间送的红包袋以及福袋。打着上网预订看房能拿礼物，还加送 Kitty 红包袋，喜气洋洋。就是看准过年连假期间天气好，会有不少看屋人潮。而另一家建商则是先送出1元红包，象征1元复始，满满整箱礼卡都是要发送出去。除了见面礼之外，为了拼过年买气，买限定建案送一整组限量卡哇伊 Kitty 造型猫。而另一家建商也要拼销售数字，下定就送顶级6星级饭店住宿券，过年也要冲业绩。因为今年的年假短，天气好，所以我们预估今年来赏屋的人潮大概会成长50%。整个过年期间会比我们平常的一个时间增加大约30到40组的一个来人量。房仲预计过年看屋人潮会增加30%到50%不等，所以也打算加派人手。过年一个建案平均会增加2到8个人加班。还有建商则是打出过年期间进修不打烊噱头，看准难得今年过年天气好，6天连续假期，建商房仲到预收屋代销人员可是准备好了，冲过年销售这一档看房人潮。记者陈嘉明、邱子颖台北采访报道。